原标题隔音神器，德国人发明的这个小东西，睡觉时带着打雷也吵不醒。是什么让你夜不能寐辗转反侧？ At Mike 不怕出差劳累奔波，就怕出差时在飞机火车上遇见熊孩子，刚想闭眼睡会儿，就听见了孩子的吵闹声，小得人心烦意乱。 At 阿文自从跟老公结婚后，他那如雷的鼾声就没断过。他什么都好，打鼾是我想跟他离婚的唯一念头。 At 唐辉，我们宿舍有个哥们精力特别旺盛，彻夜沉迷网游，凌晨大家都睡下了，他的鼠标和键盘还在那噼里啪啦敲个不停，最可恶的是还跟他队友开语音，我已经神经衰弱了。 At 笛子，刚来北京没什么钱，只能租到隔断房，便宜但不隔音，凌晨三点钟不仅能听到马路上呼啸而过的汽笛声，连隔壁大叔的呼噜声也听得一清二楚。我们都知道，想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必须要有充足的睡眠来支撑。一直以来，小编都很羡慕那种沾床几秒睡的人，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能立马进入梦乡。可偏偏也有好多人跟小编一样，对睡眠环境要求比较高，必须要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下方能入睡，一旦有点动静就很容易被吵醒，再次入睡更是难上加难。生活中噪音无处不在，它既是睡眠的一大杀手，同时还是一种环境污染，轻则干扰我们的睡眠，使人疲倦急躁易怒，重则损害听力，危害神经系统，损伤心血管。据环保部披露，全国四分之一的城市都睡在噪音里，不知从何时开始，好好睡上一觉竟也成了一种奢求。但大多数情况下，噪音源并不可能完全被消灭，因此想要好好睡觉，一对靠谱好用的隔音耳塞是再好不过的助眠安睡神器了。德国进口百年老牌专做耳塞，112年 Overall Pack Soft 隔音耳塞，五对盒特惠价39元，和点击小程序即可购买。无论伴侣是有的呼噜声多么惊天地泣鬼神，窗外的建筑工地城市道路嘈杂声多么振聋发聩，楼下广场舞大妈音响开得多么狠，同事键盘敲得多么响，一戴上 Overall Pack Soft 隔声耳塞，仿若立马就进入了一个无人之境，外界再大的声音都与你无关，让耳朵安心享受宁静。用过的人基本上都成了 Overall Pack Soft 的回头客，纷纷表示中午带着午休，一点不受外面的干扰，用了之后都不跟老公吵架了，他打呼噜再也吵不到我了。这个耳塞就是失眠人的助睡神器，已经推荐给朋友了，柔软回弹适中，超级好，会无限回购。小红书上也有好多人自发安利他，学生党称他是考研学习必备，大学寝室必备神器，容易被吵醒的浅睡眠新人都后悔没有早点遇到他，安心睡到自然醒完全没问题。 Overall Pack Soft 耳塞绝对是日常生活防噪音必备神器，别看它小小软软的一对，降噪威力可不容小觑，而这全得益于 Overall Pack 公司百年传承的工匠精神与专注严谨的生成工艺。1112年专注做耳塞，只为助你安睡。在德国有一家小而精的公司，名叫 Overall Pack， 是由药剂师 Maximilian Egger 于1907年创立的。 Overall Pack 公司创始人 Maximilian Egger 由于19世纪后期的工业化，噪音污染成为了当时一个与健康有关的问题，在大城市中尤为严重。据说当时身为药剂师的 Neckberg 想要制作耳塞，还是受了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影响。希腊神话中英雄奥德修斯
率领船队途径墨西拿海峡时，事先得知载人女妖那令凡人无法抗拒的致命歌声，于是命水手用拉团塞住耳朵，并将自己用绳索绑在船只的桅杆上，终于抵住了歌声的诱惑，而载人的蛊惑最终也没有得逞。我们常说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坚持不懈的做。 Oral Pax 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不生产别的，只专入做适用于各类人群的降噪耳塞，至今已有112年的历史了。1998至2016年获得德国影响力 Top 50 品牌之一，2010年还获得了德国慕尼黑创意生活奖。坐落于德国小镇维尔海姆的 Opax 公司总部，二严谨的制作工艺流程只为成就一对好耳塞。德国人做事的严谨与认真是全球闻名的， Opax 公司也不例外。他们将德国专注严谨的匠人基因毫无保留的倾注在了耳塞的生产工艺上，智能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生产，严格遵循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要求，让每一只耳塞都近乎完美的无可挑剔，并获得了德国 BIA 认证和欧盟 CE 认证。一对合格的好耳塞生产工艺必须要严谨之外，材质的选择也不可忽视。三、造型可爱，与耳朵完美契合，柔软舒适，强效降噪。 Oral Pack Soft 防噪音耳塞采用的是德国 UV800 精工生产而成的多孔吸音棉 Schaumstoff。 这种吸音棉的特点就是柔软贴合，低敏抗菌卫生，而且可以随着体温而改变形状，能自动适配不同形状的耳道。优美的弧线造型让 Oral Pack Soft 耳塞能完美地契合耳槽结构，最大程度上降噪音隔绝在耳朵外，戴在耳朵里就如棉花一般柔软，极佳的透气性让耳道能一直保持着舒爽，所以即便是晚上戴着睡觉也不会伤害耳朵哦。经检测 Oropax 耳塞平均降噪 32dB， 峰值可达到 41.2dB。 小知识，耳塞的降噪值分级方法有 NRR Noise Reduction Rating SNR Single Number Atting 等。 NRR 是噪声衰减等级， SNR 是单数值等级。